这样，这样的郭子仪他们起来，啊，要他们皇儿子出来做大元帅，啊，这郭子仪收复了西安。这个时候，藩人，所谓藩人是什么？哎，对不起，藏族，西藏人最厉害，西藏人打到了长安国的啊，乱得不得了。这样乱的社会，这样乱的时代，国家要军费打仗，啊，同时老百姓要生活，就靠一个政府，大会计刘晏，他出来，那打仗的经费有，把老百姓的，还有建筑水利，我的资料都给你找出来了啊，啊，应用。一切的办法，所以历史上讲，这个文章就跟你们说不完了，你们慢慢去念的。科学博士论文，写个会计所的、财政所的博士论文，我就告诉你他的做人。这个人我想再生啊，我一定要跟他做朋友，非常风流潇洒，会用钱。所以我常常问你们喜欢现在开放发展？我现在这个时代很可怕哎，说世盟以后你们就到天下太平，我看了很忧愁啊。现在如了世盟以后，就是新的八国联军来了，经济村落来了。你们想想啊，我说你们要懂啊，尤其会计学院更要懂啊。我说你以为好事啊，这个市场的发展问题多多啊，啊。这边八国联军厉害呀、啊，经济村落工啊，这个商业的村落很严重啊。你们要不懂国际法，也不懂国际的情势。这个刘晏当时，我说就是完全懂啊，而且他做人特别风流潇洒啊，比如说。里头你可以研究得出来啊，我们所晓得，他当时啊，一方面筹备经费，一方面还建设国家，他收集人和这些水利，那个时候都在西安啊，现在的长安，他要把南方的粮食都要后方的后城，他等于兼到后城补给司令啊。这些都是他手里捡的，他要把运输送到钱送到西安，这个米粮都要运过去啊。可是他发包工程有个条件，比如我也常常跟大家讲发包工程。日本当年第二次大战以前，跟德国人都是说刘晏的做法，他预算这个工程修这个房子假设1000万。刘晏的做法是如何呢？1000万，啊，他发包，他预算只要1000万，你不请包1200万，他不给你。他做工程一定想发财，而且一定要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就要发财，发财就要把工程，把工程都是这套。我预算1000万，你这预算跟我说承包1000万，这个家伙一定怕我这个工程将来会倒掉。他要哎，你承包1200万给你，他会这样说，给你以后他还叫你来，1200万，那我部长给你200万送给你的，你再要贪污的话，全家杀头。这200万给你贪污，你去花，这样搞的。国家他说不要这么办，或者人家告诉他部长，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不懂，天下大怪，天下人都要钱的，没有钱怎么过活？一定贪污。你给他贪够了以后，他就不能吃不下去了，啊！所以在他用的时候，下面用的都是学问很好的人，那承包工程小官吏他不给他过手，
韩国的这些人下面收税的光会的没有一个逃过他的耳朵与眼睛的，谁也不敢动，而对他都很公正很规矩，他对人是支持啊。还有些不相干的叫他工作的很多啊，人中有朋友也有亲戚，亲戚朋友叫他来，一看没有本事，可是啊，不是老婆的表哥的什么表哥的那个姑妈的表哥姑妈的那个阿姨的那个儿子都找来了，怎么办呢？这一连串花盆打在柳树上，那些亲戚都来了，找他，哎，他没有推。现在咱们陈老师，嗯，这个我们划清界限，他就不划清了，有钱就来，来就给你介绍工作，他有办法介绍出去，叫对方什么事都不要交给他做，就是给他薪水拿几个就好了。他有办法，他从当时一个宰相元载一样有办法。元载有个亲戚找他，实在没有本事，没有本事怎么办呢？亲戚嘛，哎，终于有个温情主，你给他想办法，就写了一封，叫亲戚拿到一封信，到那里到上海去叫夏院长啊。剩下原则是给刘爷都是当上宰相，签了一个呢，亲笔签来的呢。这个亲戚拿到上海来叫院长了。不放心，好像他对我态度不冷不热的，就正叫在金院长干什么，从偷偷打开下一个字都没有，就是出来一个门，还非常生气。但是一想来，既然已经到了上海，路费也没有，只好去找下院长去了。啊，就把上院长打开一看，哟，当朝的宰相，这副皇帝了，啊，除了皇帝以外宰相，请他们一个字没有。你老兄跟他什么关系啊？他说我是他姑妈的表哥的表哥的阿姨的阿姨的什么兄弟的舅舅的那个亲戚哦。你说这样很关系很好，你想做什么？我想到你这个院里回家给我一个教授啊，再不然呢，啊，虽然我不会教嘛，就别挂个名嘛，啊，有人说了，院长没有办法啊，就告告诉汤主任，给他养到吧，就别挂个名，屁事都不要，一个月发薪水给他。宰相来的信，他的意思一个字不写，就是说这个家伙是不行的，你要想办法安置他。现在不好写，写了将来啊，万一啊，纪委一检查有证据。刘都会做这件事，他的气派很大，啊，这是个大会计，所以我这次啊，特别做了大会计的资料，给大家看看家乡上次，可是这些都是古文。古王呢，当然我把它讲小说一样讲出来好听，其实古王啊就是小说，没有古王就是当时的白话文。为什么白话文跟古王差别呢？这就是中国人伟大，中国文化几千年，中国人老祖宗早就知道年女是30年一变更，现在不同了，现在女年15年就一变更了。年女就不跟王子来个脱离关系的话，好，一个人100年以后，100年以前话不懂。比如我常常告诉他，你们喜欢读唐诗宋词，先学会广东话，先学会客家话、闽南话。那个读音啊，就是读诗读词，就非常好听。